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近视以来提醒我自己哈。那前一阵子呢我最喜欢的一句近视语就是习气可以形成也可以去除。前一阵子呢我刚好有面对一些人事上的困扰然后就把当天可能有一些开心的事情还是美好的事情也会看不见了哈，那会弄得自己就不会开心这样哈。我就以这句近视语呢常常来提醒自己，虽然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很欢喜的去面对它。这个习气就是虽然它还是会有困扰，但是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以前我是很内向的，面对不熟的人呢，也不敢讲多多这样的哦。在慈济的环境，我要常常面对很多个案，我就必须学习去讲它咯，讲说慈济哦，因为有慈济的环境嘛，又有师兄师姐的鼓励还有很多上人的近视与上人的法在我的背后支持着我人要克服困难不要被困难克服嘛，要有毅力勇气所以就硬硬上咯，虽然讲的不是很好，但是还是可以讲出来咯。每一个星期呢我都会把这些好的信息还是好的开示都传给我慧眼大德希望会给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慈济有一段时间我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想说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呢，但是后来我是想想莫因善小而不为嘛，就还是一这样子继续咯。那就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其实发现也是有一部分的人是有在反看的，虽然他们没有反应我也要学上人的精神哦，不是说要人家赞叹了才继续做这样的动作，而是当我们付出不要去想要得到回报些什么的，就还是继续做到现在还是一样。